Hello， 我是 SN 周卓斯，今天我们来到奥斯汀赌大这边，又来到奥斯汀赌大要开工哦，准备。我们看一下今天他们第一步要做什么东西先啦。今天开工前呢，我们会把这板哦全部跟它整理了，放去楼里送过去咯，这些都是扩建会用到的东西啦。像那些已经上了去的板，现在这些木条咯，现在工人他们全部在上桌，所以我们加时长啦。好，现在我们在上桌东西，等下去看一下工地。好，今天初十啊，开工。然后他们把电车架来下东西，然后这边到时候地砖全部会磨成啊，就像隔壁这样子咯，做磨成去敲完。然后我们看一下里面，然后砂石啊，铁全部到了咯，钢灰也是到了，现在纸皮也到了。哦，因为这边也是有一段时间了啦，所以现在他们在扫地咯，先扫出来先。哦，看他们扫，扫了过后，要铺这个纸皮啦，做 protection 咯。所以一般上我们都会把，设计图那些全部粘在墙壁啦。啊，所以这样子看起来就明白要做些什么咯。后面的话，他们在下注东西，我们过去看一下。这边后面是有扩建啦，是有扩建。之前我们是做后面一排，我们也是有做扩建啦，那个大卫脚工啊，现在我们做另外一边哦。对，现在他们在下注木条咯，扩建需要用到的木条。哦，这个草很高的啊。哦，看到，他们在下注东西。哦，这个左右两边都扩建，所以到时候这边也是扩建啦。来下注木条，我们看一下咯。来到工程第三天，今天太阳很美，所以我们看一下里面工地进展到如何啦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先第三天。OK， 第三天一样，我们有下料了，应该是昨天下的。对，然后这些地板到时候会拆掉，地砖全部。啊，里面现在是放学在休息。OK，Good，Good，Good， 麻干啊，两个投手 Good。然后后面这个在跑高壁呢，现在啊跑高壁，然后这也是铁，然后等下我们要钉模板，要那个下 concrete 啦。